现在没吃到，你在等什么呀？你在等吃的吗？我给你一个吃的吧。鸡蛋王。只有鸡蛋呀。哦，跑步就真没跑，昨天练得有点狠，起不来。哇哦，哇哦！这一天天吃太好了，最近我好了吗？好了，让我来吃个包包。早饭吃这么多碳水会长肉不？不会，早上多吃点儿。我早上吃了贼多，现在我一个早上吃10个包子，这么小的包子，吃20个没事儿。我家那一个包子顶上4个，贼大。戴个手套吧，不，你直接抬那边就好。我有手套，扎你手里了又。没事，我操。鸡蛋买了吗？昨天没买啊。没鸡蛋？昨天没去啊。我的天，我以为那煮鸡蛋。没事，今天早上有蛋白质。啥蛋白质？虾。我以为又是生蚝呢。直接白灼。可以。好几天早上没吃蛋白质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你煮吗？啊。
怎么顶不了啊？这个不是你这样有危险呀、啊？啥危险？是这样点的呀？太浅了，这火。你跟这个怎么点的？就是这么点的呀。算了，那边应该正好了，放那边吧。你把那个锅取下来，端下来快，给它焖一下就好了。那里边蛋白质。虾吗？对。但你有放水吗？我干蒸啊。你别放了呀。什么早餐啊？包子。我闻到了海的味道。海的味道还得等一下，但是包子好像熟了。吃包子吗？是伴着海的味道。猪肉笋干包？哎，不是猪肉，什么包？我忘了。你吃这个吗 ？No。你早上都是怎么起来的？啊？我说你早上都是怎么起来的？怎么起的？定闹钟啊？啥意思？早上怎么起的？你别理我。我真没听懂啥意思。我说每天睡那么晚，还起那么早，我这个意思。意志。啊。哎，你们这是不是那种袋装咖啡啊？我看到是冷萃，不知道是茶还是咖啡。我也好奇，所以我想你吃个包子，看熟没有？我天哪，做这么多，熟了，可以吃了，在那儿可以吃了，应该可以了吧？像可以了，吃吧。又是一二三四，我的天！哟天哪！所以我包子蒸的很少，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吃的。蒸多了浪费。熟吗？哇，这个虾真的很棒。海虾吗？大哥来一个吧。我不吃。你不爱吃海鲜。